怎么觉得一直在直播？是不是？有没有感觉一直在直播？不是，一直在看直播？有没有一直在看直播的感觉？国王期间都会用旧手机播吗？没有，其实我今天呢，本来是有想说要用新手机播的，但是呢，因为就是有点不想化那么多妆的部分。然后旧手机的美颜很棒，是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是看不出来跟昨天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旧手机的好处，很棒哎！午安大家，谢谢博晨的温说礼。是不是旧手机超级卡？是不是？是吗？一格一格的，有一点。眼妆都没了，昨天看就没有了，好不好？但是我今天是真的没有画眼妆，可是我还特地画了眼线，就隔放。天偷开，因为就没那么多妆，好的时间比较快。大家午安，午安啊大家。那是当然，我知道，我知道呀。很棒，是不是本来想有我，想不到是不是？想不到吧。你不是等一下，你先解释，你为什么侦查我？还是你已经解释了，我没有看到，我来看一下。你是不是叫我起床？午安大家，我来看看，你有回答吗？要打要揪是怎样？阿六，不是早上看决掉顿的起床闹钟吗？嗯，是要叫我起床？你们那么贴心啊？掉顿要叫我起床？不需要。气喘感不用，大家午安，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感觉这游戏变群聊了，差不多差不多。爆肝打电动，然后隔天起床继续打，差不多差不多。有我有开啦，我必须得开，好不好？得开得开得开，不可以打我，打了我折死，没有啦。开玩笑的，不要打我！谢谢包子煮水晶四叶草，我大家午安。好好听哦，这首歌，哇，怎么这么可怕？这什么回键？啊，这是回键是吗？
他是一个骗子。谢肥肖的缘分相遇，谢哈迪的文说礼，开播前的 OK， 有被通知到，但没有起来。今晚再多申请一次，如果不光盲腿也没辙，没事的，你可以加入隔壁的联盟，然后找机会来打我们的人。So sad。棒棒棒！从五点到十二点，每小时要交钱，没关系耶，不用这么多次，也不需要你们叫。Oh my god！不累吗你们？请勇哥当肥料，好过分！这是 QK 说的哦，勇哥是 QK， 是 QK。应该是你的会被退，其他的也会被退。对啊，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记得换不会被发现，账号正常。有几只？喂，你应该都有 PAT 这三个字吧？超常收到神秘宝箱的，我一直最近一直在想，说我突然有朋友了，是不是？没有，王国纪元，好难过。Hello， 大家，大家午安。哭了，哭啦。对啊，通知真的很多，王国纪元的通知真的很多，动不动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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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不是讯息，噔噔噔，女朋友不是吗？阿姐一起想你啊，确实，还有刘雨欣。还成员，还是我真的去帮他投案啊，我真的可以去帮他投案欸，反正他也不需要什么分数啊，他只是想要，他只是要进来而已。他已经在，他已经在我旁边了，他在了，他在了，他真的在。他在我隔壁，但你会被砍掉。再见，七七。他应该今天会进来吧？我猜。他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希望啊。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差别。听七七说，他在一位游戏名 I Love 七七的旁边，对，没错，七七也要进来当科长吗？欸，我今天在想说，就是大家的头贴到底都放了些什么？我就想说，林杰一定是那个冰雪女王嘛，然后大姐也是冰雪女王嘛，然后李佳丽也是冰雪女王嘛，那我就在想说，那七七会是什么？结果他放了一只需要氪金的东西 ，Oh my god， 直接给我氪起来。是吧？那个要氪吧？他直接无情开氪、欸。阿杰究竟氪了多少？阿杰吗？
结吗？我还真不知道哎、欸、，Oh my god！谢谢玉超的水晶四叶草，肩膀显帅气，嚯！肩本够了吼，肩本够了吼，大家围钩子骂我，没有，不要骂我，提醒我，不要骂我，不可以骂我，不准骂我。你还可以玩的，可以啊，可以。嗨，大家。七七跟我一样挂小恶魔，对呀、啊，我又玩过几，怎么这么多偏激？不要再给我偏激宝箱了，谢谢你，但是怎么那么多、啊？哇，谢谢大家，队长还在播，没关系。如果他邀请我来战场，我再反驳。但是没关系的，他名字还没入门，搞不好进不了就百科了。人家送你礼物还行，不是啦，这个是那个啊。系统有没有？系统 ，everybody 有，他可能愤而加入，不要啦，真的不喜欢 PZN 欸，因为他们太多不友好的人了，也没有很多，就一个而已，啊，不要啦，拜托啦，怎么会长这样子？为什么我的花会变成妖啊？干嘛呢？你要当阿布阿多的朋友吗？我不要。我应该不会死吧？我派了一堆我没有在用的英雄过去。披萨我有来救命。在这边吗？不是好朋友吗？嗯。哦。里面已经两位加入了，另外两位会吗？感觉不会吧。他们很不像玩游戏的人。提款是真的。哭了。晚安。看起来只有他一个 TP 相关的。耶，会不会死掉呢？我的人走得很慢，快点跑起来，跑起来！哦，他在跑哎、欸，赶紧，加油！快去查查一家法是不是有金币茶，结果是他们开的，这样子太过分了，不通知哎、欸。是他们本人的账号，那就有趣，不可能，不可能，
才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到处跑，然后打我们人，好不好？他才没那么闲嘞。还是其实有，日本谁？吉沙尔吉姆哈，哪里有二吉姆？对，还没回来，我弟弟还没回来。谢玉超的大声说爱你，晚安。看一下我的声音。当我热死。嗨大家好，晚安。这次的美颜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告诉我真的棒。英雄升级。增加建设能力，大家帮我，救救我啊！帮帮我！镜头有时候不用太好，真的太偏。对啊，片才可以不用画全妆。你按过了，有可能。学学阿姐，学金可钱。不，我不想。我是五氪玩家，大家，我是五氪玩家。哈。没得，获得了姐的帮助，开心。五氪玩家。开始来升级一下我的村庄。课完还有没有按？有啦，有啦！谢谢浪客的水晶四叶草，谢谢五三 G 的会员票，有听到听到，谢谢大家，谢谢嘞！有不在在在。
再一分钟，再一分钟，再帮我一分钟，再帮我一分钟，我就可以跳过了。有没有什么要优先建造的？看你需要什么。20秒，好痛苦。好，我等20秒。先17，对啊，他们不是很，就是系统叫你干啥就干啥。哎，我真的是这样。午安。免费。帮我，感觉就是科技要点满，后面要稍微调一下，嗯，当然。有哎、欸，哎、欸，谢谢你们，超快的 ，Oh my god， 好棒哦！谢谢自己缘分相遇，谢谢老沙萤火虫，真的是要看城堡，看城堡升级需要什么。帮助起来，怎么都在盖庄园？没有，就是刚好那边是我的庄园小区。啊，超久的，谢谢师姐缘分相遇，谢谢师姐小号角一封信啊，缘分相遇，城板升满就好，城板城堡升满就好。城墙锻造三个资源，学院侦查差不多。对，我出来了，有哎、欸，三阶有啦，可是不多，因为三阶也超久的。烦哎、欸，哎、欸，三阶是超久的啦，烦死了。什么都很久，谢谢飞鸿的缘分相遇，好心地相给一颗心。三阶直接齿轮啊？齿轮是什么？我看，三阶直接齿轮是什么？换歌。那个太阳展示哦，有科技，有啦，不是，那个真的是意外，我真的是忘记这个东西。谢谢浪客的形象，还可惜有啦，那个真的是意外，好不好？浪费5天加速，哎，
姐在，阿姐一直都在，阿姐是第一个帮助我的人。Oh my god！ 好想被刘雨晴帮助哦，刘雨晴刚进来，他什么时候才要来帮助我？他过不了，啊！看你要不要偷开后门？说他不用抽奖，对啊，他不用抽奖，他真的是可以不用透过那个进来吧。他需要吗？他是透过连接载的吗？是吗？他有这么乖吗？哎，嘿嘿，他有。来看一下，联盟申请，逾期七七，看到了。加油！你快进来了！加油！OK 了，阿姐比你还勤劳，对，没错，谢谢。阿姐就叫做阿姐啊。阿姐姐叫做姐。安姐不小心取到你的地雷了，是没关系，因为他不知道。对啊，我吓到哎、欸！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吓到。他说：“哇哦，谢谢。大”大 J， 哎，我一开始真的是完全没有认出来那个是我姐，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是谁，什么大 J 到底是谁？对，因为他是阿姐是没关系，其他人的话就有关系。那的的，一秒就认出来，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我想说大 J， 有谁是叫做大 J 的吗？没有吗？后来就是大姐跟我说，有跟我说她有玩这件事情，我就哦，是大姐。是没有想到，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是哪个粉丝这样子，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我知道的人吗？这样，你觉得我要打叔叔吗？不要，
不要攻击我的乌托邦，不要攻击我的乌托邦。玩家豆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了？来看一下，我有开通知，我看到了 KBE。哎，为什么为什么你有龙？好可爱哦，好可爱哦。金钱的力量，好可爱哦！造型城堡超贵的，凑地图的活动，凑地图不是凑地图，凑地图，很可爱耶！你怎么可以有龙？超可爱的，为什么你不是美雅？你怎么是人家的老婆？美雅的老婆，你差一个，很可爱耶！等一下，我来看一下。他说地狱活动，地狱活动，差点。看一下，看一下。Elena 每日登录奖励，单人活动、地狱活动、围巾宝箱。单人活动是什么？训练士兵。Oh my god！ 为什么？谢谢国产棉花小雨，为什么你有100？我吗？他们还有城堡，好扯哦！好可爱啊！美雅的贴图超可爱的 ，Oh my god！ 好可爱。好可爱哦，哎，很可爱，好可爱，看起来超笨的。没有，看起来超笨的，好可爱哦！谢谢苹果的谢谢草，它是人家猫咪，所以你为什么要搬过来啊？我这边超多人没有盾的，大家可以补一下盾吗？赶快，赶快！大家赶快去补盾哦！大家考虑一下吗？你这实验虫好可爱哦！哒哒哒！刚好你的盾也没了，阿六打他。没有没有没有，不要打不要打，我有盾。我
我才刚买。城下之盟。对啊，领我疯了吧？领我，你回来，你回台湾了吗？还没。那你怎么有办法完成这样子 ？Oh my god！ 你还换了一个很可爱的表情，可是我看不到。哎，我想看。美牙看起来真的很笨哎，超可爱。还没。Non bless, non bless, non bless, non bless all vision. I love you. You keep on losing, you keep on swimming, girl. You know you're not to get lost. Now I'm not to cry. Non bless, non bless all vision. 都晚上玩，反正现在跑的时间都很久。笨笨看起来比较可爱一点，我看起来不笨，好不好？什么意思？と言われ次第が希望と言われ期待が信念と言われ次第が希望と言われ。なななな。上海コメントはたくさんいるんですよ。コメントは知らない人がたくさんいるんですよ。那个 PZ 也是朋友吗？你说下面那个吗？其实下面那个是朋友，但是就是有一点问题，他进不来，所以他倒戈去打他，超好笑，超好笑的，太过分了。可以打他，可以打他。对，被我叫来玩，被我叫来玩就进不来。他是被 Andy 打完就过去，因为他进不来。他进不来，所以他就去了隔壁，超好笑。对，其实是有的，是有朋友的。真的是可怜啊。我昨天还去侦查他，他说因为有个任务是侦查嘛。对啊，他就是那个笨蛋，他是嫌渴的，结果进不来。他真的是笨蛋，对，他是自己人，只是他是隔壁联盟的，白痴。谢谢养分，反正他应该没得看，没事啊。可以退费，真的假的？可是他已经加入别人了，要告诉他可以退费吗？还是算了，放弃他，就让他这样子玩吧。私に従って従え従い従って君の一切の拒否権ないよ黙って従って黙って私に従って谢谢曲牌的分享欲看一下附近
零点呢？为什么零果可以玩那么高等啊？你不是在玩吗？你不出国就玩了吗？你很扯欸。 Google 可以退钱。有，我们也有。一开始没礼貌就客气的人，哇哦，好吧。出国玩手游加看直播，你的那个网路费应该还蛮高的。就可以，救命！不是吧？また抜けられるんだ。去当友情破坏者，哇哦，什么意思？出发了哦，我要看，我看到了，他在烧，哼，可怜。嘿嘿，他不会发现，他不会知道的，哈哈。哪里出资比较划算？哇哦 ，KB 又是赔掉，好过分！谁叫他加入隔壁联盟，然后还住在 KB 五旁边，然后还敢不开盾，这样子不攻击一下他，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对不对？就是我是说，只是说，我们呢，我们 KB 五呢，跟 KB 一二三四，真的就是一个和平相处的关系，真的，毕竟这就是一个我的乌托邦这样子，真的，我们是和平，我们和平主义。但是呢，如果说是旁边我们不认识的人，不是 KB 开头的。那这个和平协议呢，就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协议，对吧？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要建立这个乌托邦啊，对吧？那他都已经在这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谢谢我们的玫瑰。生日 T 的概念诞生了吗？还没的，还没的。独角兽什么时候来的？
独角兽什么时候来的？独角兽谁？独角兽？哇，独角兽什么时候来的？谁？你是谁 ？KBE 怎样 ？KBE 现在是流行过来这边是不是？很可怕呢。Oh my god！不是 KB 就扯淡。五位成员的王国一起攻击，真假的？乌托邦自助餐，对，舒服。现在是我们的肥料被联盟抢了，没事，我们互助好不好？我们互助，我们的肥料就是大家，就是他们的肥料，他们的肥料就是我们的肥料。对啊，我们是应该搬家的，很可怕哎、欸。可是我不能搬啊，不行啊，你们不能走，你们不能留我一个人，很可怕呢。为什么要来我这里啦？为什么要来我这里 ？KBE 不要闹，你们的好位置，你们 KBE 的好位置，李佳丽的隔壁会被抢走哦，真的。确定我们抢得赢？抢不赢，我们抢不赢。李佳丽的隔壁真的会被抢走哦。好扯哦，李佳丽怎么那么多人呐、啊？怎么那么多 KBE 啊？哎，很可怕啦 ！KBE 不要过来，不要再来了，拜托！所以战争狂热结束，好。你搬到妖精王国，等一下，怕被打。该搬走，已经搬家了。我们和平，我们是和平的，大家，我们是和平的哦。KBE， 我们是和平的哦，真的哦。KBE 一二三四，大家，我们 KBE 五是一个很和平的哦。我昨天已经声明了，这里是我的乌托邦，我们没有战争，我们不爱好战斗。但是养分还是要留我们一点，喂，嗯，资源还是要留给我们一点。希望是来当保镖啦，拜托了，为什么来这里啦？来收保护费，救命！盟主不是说要打妖精王国 ？Oh my god！来看一下妖精王国，妖精多少？一二零七六零，天哪！哦，建立一下属性。哎，妖精王国的人看起来超勤劳的，好多箭头，加油！等一下，我要把他们标签。等一下，库阿鲁是哪一个？库阿鲁是哪一个？口哈六吗？应该是吧。口哈六先删掉一下。口哈六是算了，朋友就好。好多人哦。有，我加了，我在加。不要王国，这样就排前十个，好，现在超强，
我要去加一下，加一下他们的470470，来，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KB2 看起来也超可怕的，就是一个感觉 ，KB2 看起来超可怕。443404340，圆啾啾看起来也超可怕的，他已经16等了，他昨天不是才14吗？哎，独角兽。你两个开盾了，很突然。你监禁了谁的领主啊？领果？披萨的吗？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 KB2345都，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嘛，就是那个披萨，没有，你还看14天的盾，哇哦，14天的盾超贵的，对啊，那个马库多。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欸。我们昨天还找不到他，我们结束之后，然后就在说，只是有个人一直在到处跑、到处打这样子。所以你叹息，该不会是你吧？是不是你？找不到，我不知道他在哪欸。趁现在要不要集结打巢穴？带我，带我 ，QK 带我，带我，带我，阿成，你有盖战争大厅吗？有啊，有吧，有吧，应该要有吧。对不起，阿成。
我看一下。阿六，阿六走，阿成，杨雄。阿六怎么那么高啊？带我！啊，你们看一下啦，很不想开，超不想开。阿姐，阿姐带我。换人响应，无人到场，哭了。哈，战争大厅，我有战争大厅啊，我有欸，可是我只有180,000，哈，哪里？哪里？可是我的二阶兵很少啊！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的兵很少欸，没有很少，对不起，我错了，我三阶很少啊，哪里？我们要打两等的吗？超没有威严，来吧，前往集结。180,000。来吧，我已经出发了呢，他骗我，我不管，我要打那个，对不起，算了。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真不会用，救命！救救我啊！万人强硬，一人倒场。拜拜，林谷，拜拜，回去吧，回去 KB1 的家吧。取消哈！你传给我。怎么取消啊？解散。奇怪呢。按错了啦。这个是不是还蛮近的？还在10分钟，十分钟够吗？十分钟可以吗？叫我们快点，赶快回来，拜托。
我要看，我要看。苹果怎么还在？怎么还在呢？要找一个半小时哦，超久的，在路上。OK OK。好棒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你们出超多冰的。交给你们，真的是交给你们。出发的各位，出发喽！快点，大家快加入啊！还在行军不能飞，你的兵会迷路，还敢跑来这边采集啊？阿姐默默，真假的阿姐，好可爱哟、哦，阿姐。帮助阿杰，在 KV 一采集，他要走到 KV 五，哇哦，超久，难怪走那么久。对啊，是升了，但没有用，还敢讲？Think about me. 其实五分钟就够了吧，根本不需要这么久。升大厅，你说暂停大厅吗？我已经十八了，嗯。17，有啦，我差不多可以升18了，好像快可以了的样子。看一下，不行不行，还没，缺很多东西，缺到不行，救命，哭了，跟谁打谁。真的，五分钟就够了，十分钟太久了吧？十分钟超久的，肚子叫了。
想想可以吃什么。而且我忘记，我上次忘记咬那个球。真的很没有用哎，它超不良的。反正已经能抽奖了，什么抽奖？当凶宅，仙人饼在外。但是叫太难了。问，我不一定会回答就是了。有任何问题，真的都可以问。但就是我不一定会给你答案，我可能会无视你，看我的心情，或者是看规定。是不是我错觉？感觉您今年工作，对不起，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大声，感觉你今年工作好像比较多。今年吗？我觉得，我觉得也不是今年，我觉得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只是因为去年年底的东西就是还没有一个成果。但是去年真的超忙的，我真的超爆忙，我真的是累死，没有啦。但其实去年也就一个东西而已，木兰。确实啊，确实是真的有蛮多工作的。所以去年的成功你们看到了吗？去年的还没啊，去年是木兰，今年是 MV。然后现在是王国嘛，虽然我不知道，很吃力吧？这还好吧？吃是你们看得见的东西啊，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行，这就是一个你的想法。就我目前的观察工作变多，上下一单选拔的几率会很高。这部分我就不知道了。呼，天才的那爱都是什么？天哪，我上次居然忘记加这个，难怪那么不好吃。对啊，木兰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搞不好不会有个结果也说不定。因为他，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他其实还有一集，但是也没有出来，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出来，这样就是我们之前还有一集，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会什么时候才出来这件事情。嗯，你们觉得要加一颗还是加两颗？不可空降，谢谢，我不要，我不愿意，是我的。三颗太多了吧？这样，我先一颗好吧，我先一颗，我先吃一下，先让我吃一口。来，那里。
有几颗加几颗，我有五颗哎，我不要，还是这么小一罐，想怎么样？爱的，好可爱哦！大家出发。要走好久，对啊，超远的。六分钟，先吃一口。仙草啊！上次那是魔鬼东西，怎么有吃法错误的问题？你弟弟好吗？没有，我们在聊天。噔噔，再下一颗，再下一颗会很胖吗？应该不会吧？这会很胖吗？应该不会。噔。我开了那么多次的直播，也就今天很忙而已，很突然。而且只有两个人在讲话，所以这个群这么的多人，你们两个太闲吗？哦，三个，对不起，我错了。聊天还开通知，就还好，因为他们聊的超没有内容。好废哦，他们的对话好废哦，在说什么？好废哦。其实你刚不知道，我要加那个球，奶精球。还是仙草啊！嗯，好好吃哦！哦，真的假的？没关系啊，我最近吃很少哎。好难切、啊，嗯，好喝。走远了，还有多久啊？还有三分钟，好久了。好废，好废，对，好废。本日はインタビュ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いたします。どうぞ。 M です。なんか歌ってるやつです。甘いです。デスト固定しないでね。好きな食べ物は？ないです。人間じゃないので。趣味はありますか？ないです。人間じゃないので。すみません、年齢は？18歳です。永遠に人間じゃないので。私は人間じゃないので。是不是参加到大奖？不可能吧。ちょっとですね。なるほど、無料ですね。他には何かありますか？不行、我不喜欢这个版本。我要听，我要听连唱的。有没有什么？对啊，你是说游戏上线吗？还是你是说这个人？这个人很久没看到了，有点欣慰，你懂吗？就是突然看到了一些不会在直播上出现的人，就觉得，嗨，大家过得还好吗？的感觉。因为要不要定做一顶绿色超跑？超跑听起来，亡灵附属。喂，现在谁的王国人最多？小李佳丽或小琴吧，李佳丽吧，我猜应该是李佳丽吧。很欣慰，只有游戏中看到，不是，就是蛮欣慰，很久没看到的人还在这样子，突然出现。Oh my god！ 我手机，存在的被骂死你。最少呢？最少我真不知道哎，我的吧。有没有可能是我的？哎、欸，阿六怎么冒烟了？为什么阿六在冒烟？阿六怎么了？为什么阿六在冒烟？哎、欸，我们一起，我们打完了，好可爱哟、喔！好可爱哟、喔！而且 SSSS 怎么走那么快啊？好可爱啊、喔！大家一起回家都很可爱。骗人情吗？我没有骗，好不好？其实如果不喜欢战争的话，就是欢迎加入我的联盟。真的就是，真的欢迎加入我的联盟。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舒服的玩游戏，不要有压力这样子。真的，玩游戏呢就是快快乐乐的 ，you know。Yeah， 快乐就好。我要听法，阿萨之油，法什么？法罗话，是走不动了。我在走，我努力耶。你们怎么走那么快啊？你们怎么走那么快？哎呦！你们怎么那么快？我盟主有被抓走过很多次，对。加入你的联盟就不会打吗？会，尽量啦，尽量不打，好不好？拜，腿比较长，好吧。你们走超快的，
怎么有个人住超远呢、啊？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住那么远？你为什么住那么远呢、啊？那个 SSS， 那个朋友，你怎么住那么远？你为什么要特立独行呢？谢谢林果的一封信。嗯嗯嗯，你管人家住哪边？不是啊，为什么要这么远？为什么要那么远呢？给出功能车就会走比较快。难怪这么快，因为它超远的。哎、欸，你真的超远，你是想偷偷升级，然后升到很强再过来我这？你真的很远呢、欸、！Oh my god， 怎么远？独角兽怎么还在？真的要求好不好？超好吃！那个 SSS 是什么？是不是是什么？是谁啊？我是麦教室，麦教室。你是谁啊？你离我们有二十多公里耶，特立独行孩子。按错了，按错了。何やってもまくいかない何やってもまくいかない你的人感觉就超累的，我怎么还在走？我最后耶、欸、超慢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起，我要先关掉这个游戏，我手机超疼。我骗一下哈利桑进来玩吗？仕事が忙しい、またね、またね。失败。今日はゆっくり見たい。对啊，超哥也没有玩。またね、バイビー。比较胖是怎样？还是你说比较？就跑比较比较漂亮，加入失败，比较颇多了，对，比较漂亮，没错，这就是我的。就是回家的路上就是我的舞台，我要走秀。那你们要看呐、啊，你们要看呢、欸。やってもまくいかない。何やってもまくいかない。愛し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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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地方可以看海？哪里有地方可以看海？别哭，开门比较爽。嘿，下班路不是很多人拍的吗？啊，确实，好吧。
听 I have a story to tell。 我一I'm sorry to talk to you and me tonight. I think about me. Yeah, I've been waiting in bedroom, but anyway, never mind. Yeah, yea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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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How quie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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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没有，但是我会一直重复听。冒烟是墙没倒，真的。不愧是阿六，阿六被谁打？是谁？可是我想念耶，我要不要多听一下中文的歌哈，是可以啦。但我有练耶，就是我不是那个，不会有第二次了哎。就是我练了，但我练的是一首超快歌，刚刚有放到，叫做 Noblesse of Obligation， 不会念。那超快的，知道最近 TP 的 YT 影片几乎都有吗？有吗？有吗 ？AKB， 大家看一下。哦，社团课，握手会，握手会大家都有。升学，社团课哦，社团课，实习生，一路选。还好吧，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弓箭社，确实我是真的蛮常去社团的，我是真的蛮常去社团的，就很好玩啊。弓箭社什么东西，超好玩欸。美术社什么东西也很好玩啊。因为你很闲嘛，也有可能。一月生写真封面是我欸，居然是我，酷，突然用过，喂，白相思。四月也是我，四月是什么？四月没有我啊，
哦，是，对不起。考虑去上一下口条课吗？强华华，强华华问我要不要买漫画，傻眼。明天升起来没出货，你出钱吗？出钱吗？蓝染病又出来了啊？还好吧。欸，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欸，听起来超怪，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但就是直播 OK 啊，直播我可以废话很多啊，废话一大堆，平常跟他们讲话也 OK 啊，可是就是平常没有记录的那种废话。我也 OK 啊，可是就是当大家开始营业，也不是营业啊，反正就是开始认真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谢谢 Blanco 的缘分相遇，说什么以为我付不出吗？抱歉，还真的付不出，没付。三月也没出货，三月哈。我不知道，我没有上班的模式。对，我就熟啦，我就真的很熟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废话一大堆，真的要讲话的时候就熟了一个，哭了。像那种节目会紧张吗？哪种？电竞少女还没出，应该快到吧？我不知道。DJ drop it。哪种节目？明天就把它剪掉。像你，哎，
刚问小琴还没染头发前是黑色就被骂。刚问小琴还没染头发前是黑色就被骂，什么意思？你说还没染头发前是什么颜色吗？那你这是欠人家骂呀、哎！你有染过头发吗？播到三半还是四？我播到四。哦，原来你是小妹妈，好吧。僕も君もそうだ。毕竟问问题之前可以先动一下脑。好强，林工好强。谢谢幻影战士萤火虫。我一直在，我在水我的直播。我知道，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个，就是呢，你们知道，哦、好可爱，你们知道，就是我是一个，我是在看别人玩扑悠扑悠这个东西，然后我之前去查的时候，它超贵，它大概要。800多那时候，而且好像是已经打折的样子，但还要800多，然后我就没有买。然后我昨天就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有俄罗斯方块也有魔法泡泡的游戏，魔法泡泡超难，反正就是有扑悠这个东西。然后我昨天就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又讲了一次，好想玩扑悠扑悠这样子。然后那个朋友就问我说，就是他多少钱？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哎、欸，但是他蛮贵的这样子，他真的超贵这样子。然后他就去找，然后发现说他75%off，我直接买。我直接买。Oh my god！ 所以那个官方直播会去几次？官方直播都是五个人的，是吧？都是五个人哦。吓死我 ！NDS 大补贴里面应该也有吧？啊，可是我觉得 NDS。两只大虫子，啊，不行！他现在很便宜耶，他现在很便宜耶，我就买了啊。他现在很便宜，再等一下可能有五折的，没有，他现在已经
75% off 哎、欸，75% off 这样子是多少？25%。它已经不是五折了，它已经超过五折了。对啊，它已经75% off 嘞、欸。我还不买，还是他会98%off，那我要退咯。他都已经75%了，他都已经75%了，我怎么可以不买呢？我昨天买的我已经玩106分钟了，而且我昨天一直在疯狂跟电脑 PK， 我会输哎、欸，好难哦、喔。谢谢 AD 的星星许愿瓶，可能明天限量。不行。好开心哎、欸。大家，这个游戏呢，就是什么意思？沦落？什么意思？啊？可以跟林毅单挑？我觉得我会输。他们不是超狂暴玩吗？而且我不会扑悠扑悠哎。我超不会的，只好再开一个账号来领先哭了。什么意思？特斯拉车子？对啊，一家去他们家，他们狂玩呢、欸，他们真的是狂玩，他们真的是每天呢、欸，不开玩笑，他们真的狂玩，每次看到 maybe 朋友，哎、欸，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看到他们的东西都是，他们都是在玩的。零一魔法自动不强，我完全不会，没关系，我真的完全不会。盘子，不行。我刚看着零一也有去零一家搞什么。一家也有去另一家，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有吧？我不知道是谁家，还是那品牌家？こっちおいで。喵。喵。喵。大家一起加油！零一去品寒家，对啊，他们零一出门的那个契机会不会就是只有去品寒家玩扑悠扑悠，会吗？而且他们是用手把在玩诶、欸，他们是用 Switch 在玩诶、欸，是吗？我不是诶、欸，我是电脑。上周六晚上直播玩去品寒家，零一也去一起去的，好可爱哦、喔。林一圈要搓成一团，还被误为有我看到，超可爱。但也很夸张，玩俄罗斯方块也可以玩，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就是对，就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也跟他一起玩，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实力差不多，我们真的就是在比看谁先累这样子。
然后就会打超久。宿舍组不是也几乎每天一起睡吗？但是不一定啊，我们不会，我们又不会一直就是互相就是看得到的那种睡，我们不会在自己房间，但偶尔睡在客厅的时候也蛮可爱的。反正就是一场可以打很久，然后又打了大概三四十场，然后就会蛮花时间的，就很好玩，真的很好玩欸，俄罗斯方块真的很好玩，我没有办法欸，真的很好玩，好扯。你的忙都忙在这上面了，差不多。这样看人家打游戏，对啊，我们在玩游戏。可是会很累，还行，跟王国纪元那个比较好玩。你这样子很难欸，肯定是光哥。啊，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联盟。我的联盟呢是1188410810，还是81010？ I don't know。各有好玩的地方，对，对，没错。没错，当然是王国好玩，就是真的是推荐大家来一起跟我们玩这个游戏，而且也是难得可以跟偶像一起玩游戏这样子，我们还可以一起出去打任务啊，一起去，对啊，就是什么黑暗巢穴啊什么之类的，一起去狩猎魔物啊，我们一起去互相帮助啊，这样子有没有？就挺有趣的。对，我觉得不错啦。哎呀，对啊，就是还可以互相提醒这样子，互相保护，互相帮忙，还可以聊天，挺好的吧。哒哒哒哒哒，其实是想唱曲子，什么意思？什么曲子？什么整整？
然后说要简单一点。对，王国纪元有我。讲完吗？现在想玩吗？有吗？才没有，当群聊，方便呢，还可以在那边说直播会晚一点，这样不用被你们骂。以为我在骂人，我在骂人，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有人一样臭，对，有人凶欸。凶什么？哈哈哈哈！凶什么？我是你凶得起的吗？我不知道欸，是什么？是，我可以让你离开，一直威胁，一言不合就威胁这样子。免费，哎呦，哎，狐妖真的很可爱。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为什么没有刘雨晴？没有刘雨晴哎，哦，一分钟前。他是不是错了？他是不是错了？他是没有用正规的方式过来。好，Len Hao，先记得上线先讲话哟。大家早安，大家午安。我说话，我来了。我说话了。刚进来的有点想说这个人在干嘛？为什么 KB1 还在啊？七七失败了吗？我不知道哎。为什么要用两个地方聊天？当当。汤汤汤，我关掉了，可能想跳槽。我觉得他可能失败了，有这个机会吗？他的粉丝也跟他一起失败了。等你啊。对呀，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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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天下的大爱都是什么？需求管理。KB1 这就过分了，我们就打他，我们就打他，
我就会解除和平协议，我就会攻打他，在那边说要加入我，没有，他没有说，他只是跟我说他抵达了战场。你为什么没有进来，六琴？他为什么没有进来啊？他为什么没有进来？不想很生气。为什么你没进来？Oh my god！ 他真的不要给我失败哦，他是不是失败了？我觉得，他是失败了。大气啊，换气，那就算了。问他有没有收到失败信。很难说。星期联盟仅仅参战，不可能，不可能嘞、欸，没有那么强硬的吧 ？Baby baby， 哦，但我最近蛮喜欢听塔巴科的，那个もっとちゃんと君を見せてよ的那个，蛮常听的，要不要听？好啊。女王风，怎么会有女王风？哒哒哒哒哒哒。No。我刚听过了，没有，你们没有拒绝权利。哼，歌单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啊，明明就是一直都是新歌，可是越来越少，因为没有在听别的，旧的也不会听。要开战了吗？真假的，不行。My best で行く寝坊する君のことを思って5分早めた家の時計も意味ない。タバコの嫌いな僕を気遣って カーテンが揺れて目が熱くなった。もうそこに君
并没有比较少。Oh my god！どれくらい分かってたんだろう。没有变少，真的。タバコの名前、もっとちゃんと君を見てれば、もっとちゃんとって今さら気づいても遅いような、もっとちゃんと君を見てれば、もっとちゃんとって今気づいたって何の意味があった。君が置いていたタバコ、僕の大嫌いなものなのに、どうして火をつけてしまった。君の匂いがしたいのさ。口吸ってしまった、やっぱりむせた。もっとちゃんと僕を見ててよ、もっとちゃんとって言わなければ、君はまだここに、ここにいたかな。小黑的 T 恤，对啊，这是五安会给我的，超可爱的吧？他说他看到，然后就想到我，然后就买给我了，超可爱的。超可爱的吧？很久以前，蛮久以前的，他蛮久以前给我的。可爱，もっとちゃんと。对啊，为什么我的歌在变少啊？让我们来听一下魏翔。啊，什么时候？小黑刚不见的时候吗？我不知道欸，不知道欸，他蛮久了。联盟礼物，好，我领，我来领。我领联盟礼物，给我，快给我，我需要那个东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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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哇！帮助我，我领完了，我快念榜嘞，我要来念榜了，很多超突然，我要念榜，然后不用不用，耶，帮忙。欸，可
可是我前几天突然的很想要听那个天空之城，不是有一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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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的那个嘛的音乐，我很想听耶，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找，它是什么？还敢扑扑？扑扑扑！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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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会是哪一个？哇、wow, 没事的。超大声。哎、欸，我想要找到那首叫什么？那首是什么？那个是天空之城吗？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天空之城，鸟，鸟鸟飞。音乐。这样子有吗？什么啊？这首是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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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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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不知道我在哼你要的东西吗？是天空之城吧？就是有一段。不行，我要直接去找天空之城。有一段。天空之六，谁啦？就是有一段，这个，这个。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铁道车西谷的早晨。铁道不是英文啦，铁道车为什么是中文呢？他在屋顶吹的，
我要怎么找啊？怎么样才会有这个 BGM？ 还是我就放这个好？我再放正片。OST OST OST， 对啊，我等下被版权攻击，怎么办啊？办啊！他说他叫什么？铁道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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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谷，哎，西谷。飞行十字谜，西沙西就，没有人要听这首是不是？怎么那么难过？怎么样？怎么突然想听？就很好听啊，不觉得很可爱吗？哟，不是这个啦，是哎。对啊，他跟我说他来叫我开盾。哪点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名是杨兄，谢谢杨兄。第九名是哈利欧，谢谢哈利欧。第八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七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六名是飞鸿，谢谢飞鸿。第五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四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三名是 AD， 谢谢 AD。 第二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一名是玉超，谢谢玉超。你猜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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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很可爱耶，这首。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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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下班了，结束了，就这么刚好的。超多吉他吧，没有人要那个。好了，拜拜，大家拜拜。才来。